我身上最大的槽点，我怎么感觉没有太多的槽点？哪些吐槽你觉得最扎心？好像我心理素质强，扎不到我呀。我最想推荐谁来上吐槽大会？哎呦，这个倒还真蛮难的。请问四个字吐槽一下吐槽大会？莫名其妙。一到十分给自己吐槽表现打几分？9分。针对吐槽大会第5季，想热搜词。范志毅来了。